总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下手这么狠。诸位，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这个奶奶竟然把征婚启事放到公司。上校，上校，不好了，奶奶离家出走了。临走前他还说，还说说什么？你要再怎样找不到孙媳妇儿，他不回来了。还不快去找？找什么？找媳妇儿？找奶奶。你好，今天周末可以点蜂拼套餐吗？可以，周末疯狂拼，红白分区任选八件，最低只要49.9元。好的，给我来一份。好的，我也有一份。奶奶，只要99999，这个姻缘块您呢就能带回家，抱你孙子3000结婚，10件游戏，一年就能抱娃了啊！真的吗？哎，奶奶，这是月老开个光，丘比特射过去，包灵的。啊，看你有缘，您看，哎，啊，买，好好好，奶奶别给钱，他是骗子。奶奶，别付钱，他是骗子。这干什么？百年就出一枚，好啊！丘比特和月老合伙搞批发是吧？你再不走，我报警了！你坏我好事，你给我等着！对，你给我等着。这，奶奶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谢谢你啊，姑娘，你真是好人。好的孩子，当我孙媳妇，正正好。奶奶不用谢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哎呀，我这出来的匆忙，我还没吃饭。哦，今天刚好周末，蜂拼套餐可以点超多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，我请你。哎，你看看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汉堡、鸡腿、还有蛋挞。姑娘，我是不是捡的太多了？不多不多，肯德基周末疯狂拼很划算的。你等等我，马上给你拿来。奶奶，您在这干什么呢？快跟我回家！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吃这鸡翅、腱子，还团伙作案！天，看我怎么为民除害！眼睛闭你！让开！长这么帅，干的事这么丧良心，老人的钱你也骗，你要脸吗？骗子！女人，我警告你，我不是你能招惹的人。赶紧放开我奶奶！奶奶，哼，为了钱连孙子都能当，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奶奶听听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让开。让。姑娘，他真是我孙子，亲孙子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我们就要珍惜这段缘，既然来都来了。一起相个亲吧，你聊你们的，我吃我的。周末疯狂拼八件，只要49.9元，这也太实惠了啊！对不起啊，刚刚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喂，这姑娘一看就是旺夫相。奶奶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还想着国外的那个女人。我可告诉你，只要我在，休想跟他在一起。奶奶，你怎么又扯到医生上了？行了，必须娶她，不然我就撞死你。哎，奶奶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这个女人手段真是高，看来我只能装穷，才能逼退这个骗子。默默，别哭，人都有这么一天的。只是亲眼看着你办婚礼这个愿望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。默默，爷爷没事，就是想吃肯德基。
儿子，你肯德基找我不公平，你跟马杜爷爷这个怨我吗？爷爷，你吓死我了！爷爷，我一定会满足你最后的愿望的。孩子，哎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没房没车没存款，月入3000，还有网贷，你看我家境。哎，你这个表好像是当季限量款，据我所知至少几千万呢。假的，我是玉伟，爱买房。我好像在财经杂志上见过你。抱歉，我隐瞒了事情。我是风光过，那都不光了，负债几千万。几千万？没错，就是几千万。小骗，这次你们不知道而退。我不在乎，我可以帮你一起还债，只要你愿意跟我结婚。择日不如撞日啊，赶紧领结婚证吧。这，奶奶，这证都领了啊，不属耍花样。你要对默默不好，我饶不了你。好好好，哼，我保证不欺负他，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奶奶看人呢最准，默默呀跟你特别相配，只是啊你们相处的时间太少，培养培养感情。奶奶，我还有工作呢。工作还有媳妇重要吗？默默，你们俩聊啊，奶奶我就不打扰了。哎呀。那个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狐狸终于露出来。说吧，多少钱？陪我去趟医院。怎么样，爷爷？我说过我会给你惊喜的。惊喜？嗯。我猜是我这么会狂拼。爷爷，昨天不是才吃过吗？你再猜。该不会是孙女婿吧？没错，爷爷就是孙女婿，他叫……哇，他叫什么来着？爷爷，我姓肯，叫上校，今天刚和默默领了证。真是孙女婿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下我可以放心你走了。爷爷，哎。以后啊，不许欺负我们家默默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既然我和默默已经结了婚，就一定会对她好。从今天起，她吃了苦，只能是冰美食。她是认真的吗？好小子，你身体没毛病吧？爷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吃亏的不还是你吗？爷爷，您放心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我保证让默默3年抱养。爷爷，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们下次再来看你啊。抱歉。你没事就好。肯先生，谢谢你。我爷爷时间不多了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早点成家。你放心，对我爷爷走后，我会主动跟你离婚的。看来我真的误会他。不客气，你也帮了我奶奶，我们扯平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？嗯。回谁家？我家啊。你不是欠了几千万吗？我觉得为了省钱，我们还是住一起比较好。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他竟然这么乐观。没错，我要你给我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。
这么冒失，有事吗？哎，你背着我和别的女人领了证，还花了钱，肯上香，肯上香。你要被别人连裤衩子都骗没了。骗？刚开始我也以为他在骗我，可当我看到他重病的爷爷，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啊！欲擒故纵，以退为进，好高端的猎人，你玩得过吗？以退为进，步步为营，好高明的骗局啊！我感觉他也不像啊。从那个奶奶开始，就是他的计划，他们就是看准了你着急结婚，才设下的骗局，一定拆穿他的真面目。这地方很住，还叫我过来一起住。算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要演到什么时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水管爆了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这里是什么关系？哎呀，那个肯先生，你能不能帮我关一下水阀？我顾不着。就这个，就往里面脸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啊，还好多亏有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新疆的荷花是他的还是我的？你好，2203的水管爆了，麻烦你们派人去修理。现在没人，要排队等下个月了。你什么态度？我们可是业主。等得起就等，等没自己找人修。瞧你俩穷酸样。你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买下这个小区。你疯了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你吹牛也得有个度啊。差不多我还是撞圈。哟，不是说买整个小区吗？啊，怎么吭声了？住得就住，住不缺管。哎呀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如你所愿。我们会搬走，但也会因此付出代价。你刚刚也太冲动了，不住难道我们要流落街头吗？你是哑巴吗？痛，为什么不说出来？遇到事，为什么不求助？他都那样对你了，你想着何其生财？我只是习惯了。习惯了委曲求全就能解决一切事吗？我不是在怪你，默默，你现在不是孤身一人了。谢谢你。走吧，回我家。干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小区已经被我收购了，而你被解雇了。啊，是不是误会啊？肯定是误会。我跟你先生很熟。能让少校带他回家。哎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。哇！这是你家啊，像城堡一样。哎，不对，你不是说你没钱没存款，还欠了几千万吗？走，怨我自己找。啊！你在骗我，其实你是富翁。当然不是，房子已经抵押了，是暂时还没有到期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啊，那这也太可惜了吧！哎，我可以四处看看吗？请便。你家这么大，你每天步数是不是上万呢？吃饭。好。那个，今天周日，我们吃肯德基疯狂拼套餐吧。行。我这就让肯德基宅急送送货上门。到了。
你好，你的肯德基宅急送外卖到了。哇，这么快，真不愧是肯德基宅急送，谢啦。嗯，哼，我圆满了。哎，我点的是周末疯狂拼，有点多，你要不帮我分担一下？不用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嗯，胃口这么小，太可惜了。哈哈哈哈，你们为什么要分开？你们锁死不行吗？还好是大团圆结局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哎，你快尝尝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外酥里嫩的。嗯，尝尝。嗯。这鸡腿味道还不错。我有一个梦想。就是开一家店，做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鸡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。其实我可以。太搞笑了，他们两个笑死我。哎，你不要老是板着脸嘛，长这么帅白瞎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什么，你开心就好。这个小骗子似乎也挺可爱的。Madame, s'il vous plaît。我的东西，谁都抢不走。之前是我们轻敌了，这次你把他带到这个地方，没有衣服、包包、奢侈品。我倒要看看哪个女人能受得了。别被挑笑迷惑了，这男人就是心机沉重，一身西装革履，虚伪。哎，抱歉啊，预算有限，只能带你来这里了。门票多少钱来着？这钱好像……我去，演技惊人啊！四抠男，默默。甩开地板就走。既然如此，你请我吃肯德基，我请你玩游戏，怎么样？周末你干什么呢？可只有三十了，够吗？哎，你放心啦，今天是周末，肯德基周末疯狂拼，29.9元够我们吃饱饱的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这死丫头，想问题就是简单。这个女人怎么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？你也吃。好，谢谢。我这么骗他，真的好。哎，小乔，你不会被那个女人迷惑了吧？我可警告你啊，恋爱脑害神的。喂，说话呀。嗯，行。皮克丹，哦，好好好。我们的任务是海帆巡查。我们的目标是统领一切。出发，走。我出钱，你出力，抓成娃娃机。这个。啊！厉害了吧？你也太牛了吧！哇！哎呀，看看你，抓呀！你还能干什么呀？谢谢你啊，今天很开心。我也是。下个月就是8月15了，不知道爷爷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。我是爷爷带大的，虽然穷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亏待过。每个周末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爷爷说，没有什么是鸡腿解决不了的事情，
如果有，就点三个。肯德基周末疯狂拼，同样的价钱可以多吃好几个。还有，相信我，爷爷会长命百岁的。我的默默，真是遇到良人了。嗯，是啊，小云啊，来泡一个。周末还要你陪我加班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是您要的周末疯狂拼四件套，只要29.9元。奇怪，怎么总觉得有人盯着我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可爱？你干嘛？哎，你怎么盯着空白文档的工作还这么入神啊？我这是在构思，构思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别走，这是我给你点的29.9元周末疯狂拼，刚刚好。你已经下班了？真的耶，我快饿死了。18年前是你？怎么18年前啊？吊坠。你有没有一个鸡腿吊坠？对我很重要。鸡腿吊坠。小时候，爷爷好像……上校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依依，你回国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依依就是我当年的救命恩人。那个东西听爷爷说。对啊，我回来了。这位不介绍介绍吗？他叫周末，奶奶给我安排的结婚对象。默默，这位是周一，他是我前女友。不过你别介意，不会影响到你们的。上校，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肯德基，还点那么多种，不便宜吧？这是周末疯狂拼，29.9元。所以他是因为周一才这么喜欢吃鸡腿的，那我又算什么呢？对了，上校，我车里有给默默准备的礼物，能麻烦你去拿一下吗？不放心，我又不会吃了它。那好，我去去就回。你知道吗？当初为了挽留我，他买断了我飞往国外的所有航班。那他可真是用情至深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跟他复合的。可是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可他还爱我，是你插足了。你认清自己吧，能成就他的只有我。你想让我离开他？识相点，主动退出。识相点，主动退出。上校，他们给我准备了回国宴，要一起去吗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。默默刚下班，我要送他回家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周末。谢谢你的晚饭。周末。上校，是我说错话了。默默他怎么？跟你没关系。骗子，都是骗子。我这么有喜欢的人还要来招惹我。
燕，您放心，我就一定会好好对他。别哭，默默，反正你们俩也是假的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默默，裴谷燕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么宠他，不怕把他惯坏了？不会，他很懂事的。那改天见。他竟然要跟我离婚！他只是我应付奶奶才娶回家的，早晚要离婚，凭什么他见你？你买醉，你别带上我呀！饭都没得吃，就告我29.9元，风评套餐过。这种人，我凭什么跟他一起过？好好好，那就离婚，我双手双脚支持你。我受不了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俩现在压根就不想离婚。谁说不是呢？哎呦，真是男人三分醉，眼到你流泪。我现在一提离婚，上校就哇哇的吐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我想到了，爷爷，默默现在好不容易找到的归宿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离婚。什么？胡闹！谁也不能带我抱重孙子。奶奶，他们要是离婚了，您可就抱不上重孙子了啊！胡闹！爷爷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上校呢？来跟你一起来呀、啊。他有事。啊，默默呀，爷爷坚持不了多久了，你和上校千万要好好的啊。可是我跟他已经……爷爷，爷爷，我一定跟他好好的。你还有什么别的心愿吗？有啊，我还想吃肯德基中午疯狂拼套餐啊！爷爷，看来暂时不能跟他离婚。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周末不是你的生日宴吗？奶奶呀，准备那天公布默默的身份。奶奶，我默默已经……我可告诉你啊，连你国外的姨妈都要来，你要敢是给我丢了面子，我饶不了你。奶奶，这个默默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，谁要敢欺负我生媳妇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周末你和默默去哪里玩呢？游乐场吧。我还不能和周末离婚。默默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难得有空，周末跟你一起过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话都说得那么明白，结果才不落泪，没关系，有你早就睡死了。没关系。他难道就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依依，3年没见了，我带你好好逛逛。好。渣男，要不是我的爷爷。好饿，今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？难道他饿了？我去买肯德基风拼套餐。上校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贴心，还是老样子。我要一个汉堡，两个鸡腿，一杯可乐。看到了吗？你跟我，他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我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是合法夫妻。周末，你别不自量力。跟我比起来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别忘了，爷爷还躺在病房呢。你要对我爷爷做什么？周末，
你的衣做了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要。上校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好痛！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，不要牵扯到无辜的人，陈默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肯上校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？上校，这尊是我也有错，不能全怪默默。你还在装？够了！上校。 跟女人动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思年哥，你就要被人欺负死了。沉默，你不应该解释一下吗？ 我们认识20多年，我们的关系。 需要跟你解释啊！原来是青梅竹马呀，怪不得上校，你说他们不会。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我的女人谁都不能碰。上校，别冲动，看你没事了，你闹够没有？思年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不走。沉默。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永远不要回头了。我不走。沉默。你要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永远不要回头了。这重要吗？你身边不是有人了吗？依依她救过我，没有她就没有我。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你们那么龌龊。所以，不管她做什么，你都会原谅她是吧？ 就算他插足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婚姻本来就只是合作。好，那祝你跟依依小姐百年好合。上校，你留心。依依，你和我早就已经结束了，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的妻子。 既然真的输给了一个穷丫头，我不甘心。默默，他行，为什么我不行？默默，答应我，只有我才能给你幸福。离开他，跟我结婚好吗？思年哥，我不能。不能，是因为。 你一直把我当哥哥，还是因为你真的喜欢上了肯上校？我好，我明白了，祝你幸福。他明明那么过分，我为什么不肯离开他？他一个客气。 肯上校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臭小子，差点把默默给弄丢了。默默，真的是你。 在他们面前把表面功夫做好，只是表面功夫。今晚不是你的生日夜吗？你必须保护好我的孙媳妇，谁也不能欺负她。是，奶奶。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，我们家默默今晚是主角。肯上校也太过分了，临时有事让我一个人先过来，我哪里懂应酬？这点权势。 应该便宜吧？啊，算你有良心，知道宴会上的东西我吃不惯，还给我准备了肯德基。嗯，默默，是你，默默。 是你，默默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
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只是太在乎上校，才会做出那样的事。我本意并不想与你为敌，但你又要耍什么花招？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我的项链，我的项链不见了！保安，快把他抓住！他偷走了我的项链。啊！放开我！我没有偷东西。默默，这个项链对我意义非凡，求你了，还给我好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虽然穷，但也有尊严。偷鸡摸狗的事，我才不稀罕。依依，别跟他废话。我听说啊，他爷爷还在住院，医疗费价格不菲，人到绝路，什么做不出来。呀，放开我！我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我的项链，证明你的手链。看在上校的面子上，我已经手下留情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调出去！住手！我肯家坐拥千亿资产，我的孙媳妇有必要偷你的东西吗？啊，孙媳妇，肯家的少奶奶竟然是他！千亿资产，奶奶你在说什么？还是你，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，我和上校啊都骗了你，琪琪集团就是我们肯家的产业。奶奶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让我孙媳妇受委屈，那就是我在受委屈。今天的事儿不说清楚，我绝不罢休。没错，我肯上校的妻子绝不能任人欺负。大家请看，周一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是上校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你原谅我，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。我给够你机会，是你一错再错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变了。你肯上校，恩将仇报，如果没有18年前我救你，你能活到现在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18年前救我，究竟是你，还是另有其人？当然是我。难道你忘记这个鸡腿吊坠了？撒谎！这东西根本不是你的。你胡说八道！爷爷，嬷嬷，你忘了吧？那是我送了你的生日礼物，后面还有您的名字。我的吊坠。太极，18年前救我的就是你，冲动，我终于找到你。原来是你，我装了整整18年，最后你还是被他抢走了。不对，我们才是最般配的。靠骗得到了感情，长久不了。我宣布，周末就是我琪琪集团的少奶奶，我肯上校的妻子。默默，我们的婚姻并不是一场交易，在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你动心了。肯上校，周末，你愿意嫁给我，和我共度余生吗？不愿意。你说他都当总裁夫人了，为什么不在家享清福啊？别吃了你。我开个玩笑，
这周末花29.9块吃到肯德基的美味四件，我不说了还不行？他的事业从来不是开玩笑，我是看着他一步步到今天的。嗯，我知道开店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开一家店，做全世界家庭牙齿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实现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你准备直接送他一家店？这不行吗？今天周末，我心情随机报金币，送肯德基门店。这么好？你送？用我？你的周末29.9疯狂撕拼套餐，请慢用。这位店员，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帮帮忙。你慢点，我去给你拿餐，3个汉堡，1杯可乐，够吗？够够够。是肯德基的店面合同。居然是给我的那个人。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好像被幸运女神眷顾了啊！那个，我只是帮了那个人，然后他给我留下了一家肯德基店铺啊！这也太贵重了吧！他说的对，好人有好报。那周店长打算什么时候开业？周末疯狂拼在周末，我的幸运日也在周末，那就定在周末开业吧。那就让所有的好事发生在周末。默默，你的婚礼我终于给你补上，谢谢你，默默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好兄弟啊，又幸福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新娘说捧花的环节了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谁会收到这份幸运呢？这个捧花我想送给我最好的朋友林玉。默默，你不会以为我对你的事一概不知吧？你准备要瞒我们到什么时候？你们的西服和礼服我一并准备好了。今天更适合好事成双。叶一哥，一起庆祝结婚。结婚结婚。今天是周末，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也是我的肯德基餐厅开业的日子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肯德基周末就要疯，就要爽，拼桌、拼婚、拼套餐，29.9任你疯狂拼。好，陈先生，你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？很好，周女士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我们下。